国内外呢有一些声音认为啊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，就意味着中国要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收缩，甚至呢讲我们要搞什么自给自足的这样的经济。这种理解呀是错误的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，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，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。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，我们认为是不可逆转的，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。中国呢，也早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深度融合，我们同全球很多国家的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程度都是比较高的。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、相互促进的。